啊，我老婆一定要得令啊，令几不就来了吗？啊不，好了，不要不要这样。各位观众，真正的企划现在才开始。我发现雨柔已经慢慢掉入了我的圈套，所有的不管是裁判、场地还是人员都是我们的。你要不要讲一下，等一下会做什么事？名义上是 PK 啦，实际上呢，我们是要二整。我叫了一群兄弟哈，等一下会进来，就是用那种江湖的语气邀请我们去喝酒。对、oh, ，OK， 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最后兄弟们就翻脸，然后看他会怎么样。OK， 对，这个场面应该会很震惊。他应该会傻眼。我怕雨柔会不会翻脸？应该不会，不会啊，应该不至于。但是他有可能，他有可能会冲到前面去，然后一直阻止你们。阻止我们？对对 对, 對，他不会打临时演。他不会打打下去都不敢，我们还要付医药费给人家，喊卡的话就尴尬了。你也说还卡，老板不是这样塞的，那就完蛋了。他应该不会，他应该不会打人啊，不会打，他应该不会打人。那我们就按照原计划走，那就凶一点喽。对啊，所以等一下要求拍照是另外一群人。对 ，OK OK OK， 没错，完全看不出破绽。OK， 好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好 ，OK， 好，我们就 Let's go， 拭目以待，走走。今天我用雨流一样，我最近的惯用干，我还蛮喜欢这一支的，而且你看超美干戒。我最近被这个干戒迷住了，所以近期都没有换其他支再掉下来，都用这一支比较多。好像好好哦。 Nope，最后面时间到，我们完全没有中虾，那怎么办？然后就打鱼。好，你看我都调脱了，还没勾到半只哎、欸！我调脱，然后我在这边寻，连勾到都没有。我决定放着佛系钓虾了。可以放黑啊！哎，马路亚，今天哦，南极今天谁给我住了？来放来、啊，来放虾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无虾啊！哎，无虾啊 ！OK， 无虾。你拢死了了啊！你讲啊！哦，不错，鱼都开了！哦，开了！哇，拢钓啊！你到底从哪？有啦，有嘛？没钓啊？拢钓哦！咱拢钓个几只？你讲嘛？很吵，很吵，还有点自以为是。你要不要改坐我大腿上？哎，可以哦。我来拍摄你啦。拍摄，拍摄，又又一缸，又一样，对不？我拍过跟谁？哦。又中了！靠背啊！我来带你录了。隔壁的在拉池哦。美女，为什么我都钓不到啊？因为你没有量水深吧？我的浮标都不会站起来。你拿起来。拿起来。你有量水深吗？有啊，我整只手都下去了。你要用水深棒量，夹上钩。哦，旁边有人坐吗？没有，你可以坐。这样对吧？等一下，哎，原来上面没有拉起来。哎，小浩，哎，别搞哎，他不要就点，够了，哎，你搞温短一点，你不会吗？边啊娘啊，你不会吗？可是我现在在拍片呢。没事啦，喝一杯而已，没有办法，我要拍完片才可以。现在是工作，没事。
是啦。那你可以顺便喝酒陪我们钓虾啊。对啊，还没教我们钓一下虾。你看，你都钓到，我们都没钓到。对啊，你看你第几只了？先喝一下，跟我们喝一下好不好？好啊，霸气。二哥跑去哪里了？二哥是谁啊？先喝一下的 YouTube 那个嘛。哪个嘛？那个不是很红的那个。不是很红的那个。对啊，草爷他哥嘛，对不对？草爷是谁啦？喝一下嘛。先让我专心把片拍完，我们现在正在 PK。喝一下再回来 PK 没关系啦。对，这个可以剪进去吗？A few moments later， 来饮酒不爱饮嘛，你这样子哦。干嘛？看什么？没有啊，我看一下你在直播什么。哎，跑车哎。够啊！叫我掉下，不好意思，你看我等了那么久都等不到。你还没有去量水深，怎么会等得到？有，我量好水温了。救命啊！水温应该可以吧？你去柜台拿长短钩的钩。有啊，这很长的。大哥拍谁？我也不能去拍谁。5 minutes later， 为什么你都钓得到啦？怪了，这个是量长短钩的水深棒，你的水位根本错。你看它的浮标这么下面，你的浮标在最上面哎，你这样根本钓不到虾，因为你现在钩子完全是贴在地上，你把这个夹在上钩。可是我不想夹。你不想夹就钓不到虾、啊。那不然我应该可以了。好，你们自己 freestyle 好不好？走嘛，就。看，对啊，你说啊，你们两个闭嘴。你要不要吃蟹啊？我吃腻了。直接拒绝我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吃给你看。好。还是你要吃热炒，我们那里有。他们在拍片嘛，对啊，所以不能过去我们那喝一杯啊。现在网红都这样啊。来喝一下啊。对啊，喝一下吧。等我忙完。美女要不要吃虾啊？我吃腻了。那不然也来个一杯吧。一杯我可以放这边，但是虾就不用了。没有了，我还是觉得要喝一下吧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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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始。麦啊，你话你拜托我冇，帮我拜托我。我对，那是你小鱼了啦。是的。啊，是那个小鱼了。没事，我自己来。那么我来就好了。我喝。那那。我来。对，我来。我带你，啊！你这个你啊，往你这翕片啊，拍一光，片啊，我那无伊了，就你留你。啊！恁一杯酒会安怎吗？啊不。帮你抢了呀！哎呀！
靠北。吓死了！吓死了！吓死了！快快快！有没有吓到？我说你们干嘛打他？镜头镜头在那边，镜头在那边。为什么要打他？我心痛了一下，你们干嘛这样？都假的，都假的，都假的，都假的。